你個節目真的好好睇啊！有時做直播好鬼中意睇啊！做直播沖涼都要睇住，係可以咁樣。係 ，You are watching Toys TV。好，這個就是一個新牌子，叫做 Big Addict。 其實 Big Addict 嚴格來說不是很新的，那個牌子就之前都見過了，大家但是呢、最近可能都是 Reboot， 因為它集中火力去做一些叫做1:12的配件。如果 Fireball 的朋友呢都跟你 say 聲 hello 先啦，就是辛苦大家，其實呢風暴當中呢很多人還要上班的，我不是說自己啊，雖然這個是工作，我當是工作的，我又不當是娛樂的，但我又這個工作 我完全不會覺得、即很厭惡的，即我就是喜歡、做這些事的，但這個就是我工作來的。所以 Toys TV 呢我們能夠、即做得都 OK， 有少少成績，大家支持呢多謝大家觀眾之餘呢，其實多謝後面一班主持們兄弟，可能他們有部分都在看，希望他們在看，因為他們都擔心說 Brian 你又一條又衝出來，你不要搞壞我、啊、不會的、啊、不會的，跟你保證、啊、但是當然做得沒你們那麼好的、啊、或者有你們會更加好一起、啊、好了，看回這裡了，這個1:12是新的來的，有得賣應該很快有得賣，其實聽聞都有回了貨了。好，這個呢其實就是 1、2、3， 其實嚴格來說是4支武器就一套了，就剛好其實哎，又要，不好意思啊，又要拎翻佢出嚟。啊，今晚你就罰下棋先啦。啊，呢個第一支，呢個光啲係啦，第一支嘅槍。嗱，呢一隻係咩咧？其實咧就係 AM134啊，嚇，一支佢叫叫係一啲，有啲人會叫火神槍，因為啊據聞好似。這些類似的型號會裝在隻軍隻裝甲直升機上面用，都似是的，因為它連它有 六個槍管，當它一轉的時候發的速度就很快的、啊、這支呢但是就應該貨是 hand carry 用的，當是 hand carry 很誇張的拿著在這裡，就是氣裡面都只有些超級大隻佬才拿得到，因為真的會很重、啊、我想它重過電鑽，即是鑽地的電鑽，你想想要拎起一支這樣的東西，還要有後座力，所以都是很誇張的事，真的其實只適宜裝在運兵車、啊、裝甲車上面，直升機上面這個呢 M134， 所以有這個呢自然就是一條很長的子彈帶了，當然可以跟下去啦，但現在我找一個位置，不過呢在找條帶的那個子彈帶的位置就發覺咦原來動得的喎、哦、這支六支炮呢原來它動得的喎、哦、當然啦不是很複雜的，其實它就是知道做一個生口就可以了，但是很多公司就黐死它算數了，它就不是藝高人膽大啊，夠膽死整到生口，你即領得多啦會爛，同埋噴油呢成有絕絕呢就拜拜了。但是這槍呢我可以答你1:12嚟講，佢因為好多時唔係下用到 ABS 嘅，因為好多裂破、好多壞件，咁佢都真係用咗好多 ABS， 所以成支槍佢係好四正嘅，唔好講軟嗲嗲啦，直不甩。嗱，咁好多細嘅配件好多時就係難做到，因為就係成本同埋安全標準問題啦。咁所以喺啲大公司你就揾唔到呢啲嘢嘅。好啦，呢支134啊 ，M134 系咪叫火神炮咧？我唔記得啦。好啦，咁另外一支其實盒有寫噶，呢支 M179 Grenade Launcher 唔會錯噶啦嚇，點解唔會錯咧？識少少嘅咁呢支咧，其實你叫好似好老土嘅木柄咁，因為呢啲其實呢啲唔係你叫最前線最攻擊性嘅裝備咧，咁啊其實夠使就得噶啦。咁當然有啲 Grenade Launcher 咧係六連發嘅嗰支 M134， 另外一支 M134 好似啊，咁嗰支又唔同啦。啊咁呢個咧就係一支叫夠用啦嚇，可以射 Grenade 啦，射 smoke Grenade 啦，即係煙霧彈啊、手榴彈啊。震撼彈都可以用，你想從啲縫針射大粒嘢嗰啲就得。以我理解啊，可能我錯。OK， 呢啲成日都要用嘅，即係我哋買嚟做配件啦。咁咧價錢方面咧，聽聞性價比好高，百零蚊一套。
咁你話百零蚊幾支槍1:12，咁你可以睇睇喺坊間有一支呢支嘅模型，未上色未砌都百幾蚊，咁而家都係百幾蚊就俾咗四支嚟做埋完成品啦。好，呢支係 shotgun 啦，係啦 ，Winchester M1887。點解又識咧？因為之前咧做生產咧，做咗好多槍械嘅少少皮毛研究啊 ，research 啊，咁就知道啦。呢啲係真係好舊式嘅一啲嘅鳥槍啊。好啦，仲有最後尾一支就係 M1991。咁啊，呢支槍真係我諗真係好似一個世界知名嘅金草演員咁，任何地方都見到呢支槍嘅足跡㗎啦。即係我講嗰啲唔同部隊啊、唔同嘅兵人啊入邊嘅產品，咁呢度可能要近鏡少少啦，因為真係咧1:12嗰支子彈都有埋色，好精細入得做得。咁呢度支光好嚟到呢度咧，就將佢作埋插入埋落去，係入得噶。哇！實在係好精細喎、啊。压得入噶，压到好入啦，啱啱掹翻出嚟就大镬啦，试下先，我觉得冇问题嘅。哇！好啦，掹出嚟，冇事啊，冇事冇干啦。好，我再近镜一次呢支火神，我哋叫火神啦，姑且呢支真系靓，即系个主角系呢个啦。咁啊，当然我哋砌啲叫即系 sci-fi， 即系科幻啊。又或者是一些情景啊、咁動漫啊，其實都可以用呢支嘅槍咧，俾你嗰個心儀嘅公仔揸住佢嘅，係嘛？拎起個機梁咁揸住都幾對，個對比幾大幾好。近距離睇多兩支呢支槍啦，呢支鬼呢 launcher 啦，細緻到咧，我呢個可以 guarantee 好細緻。同業中所出嘅槍呢、這個一定係最細緻嘅一批啦。咁啊，會可同阿詹士邦唔係詹士邦嗰、那個特務嗰度比較下，我就唔比較啦。呢、這個唔係我風格嚟嘅嚇，即係兩個牌子咁擺埋一齊，盡量避免係啦。呢、這個係我風格，調翻轉啦，唔係我風格。OK， 好啦，呢、這、一個又介紹完啦。Brick Addict 嘅第一彈嘅1:12嘅武器系列啊，佢叫 WP001， 總共有四支嘅武器，一支叫我叫火神炮先啦，姑且嚇。咁啊，另外就一支 shotgun， 一支。Grenade launcher， 子彈呢唔計啦。咁啊，當然仲有支 M1991 嘅手槍。咁啊，精細好多嘅。咁幾適合有時你想 upgrade 你即係你心儀嗰個公仔咧，想再靚仔啲嗰啲咧，其實都幾啱。即係就係呢個時間去 upgrade 佢噶啦。